没有。是爸爸妈妈。嗯。大姐姐房间的辣条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辣条？有的辣条少了一半。小胖胖，你怎么出卖我？你别冤枉我，我什么都没说。哼。我就说都吃了，非让我少吃一点。他的意思是不该给我留下证据。你现在跟我解释吧，看你犯错哎，我个人有点疼。你现在要怎么解释？哎呀，我要去上厕所。你别吃太多纸啊，等会把马桶给堵了。爸爸，别扔到地上了。我就知道嘛。王梦琪，你把这个厕纸送给妹妹，看看她有没有拉肚子啊。没拉肚子呀。不行，你问姐姐。让我们听听姐姐怎么说。但是妹妹大大有点黑哟，形状也不对。你到底想要什么形状？正方形吗？长方形。长方形。不可了，不可了。